HTT， 你怎么输了？哇，圣光岛啦！圣光，你怎么倒啦？哎、欸，还有12分钟要撑呢、欸，你们可以慢一点吗？等下去打那个好了。伽罗，完啦，他要吃鸡了。哎、欸，招两只熊哎、欸，你不用玩了啊！法师六输了、啊，哎、欸、干，你们那些讲说不会玩很烂的，那么玩那么强，都不相信你们了。好啊，真的不用玩啦、啊。好了，看来可以不用看完了，可以退了。我们去打麦块吧。HTT， 我缅怀你。好了，结束了。继续。开。是。啊，这个是什么画面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正常。传送讯息，好啦，拜拜。啊，游戏改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游戏名、属性啊，不是，取消，还是完成。
然后换这个，再来是，哎，怎么没有麦块？新增游戏截取，游戏截取，新增来源，麦块，新增来源。哎，怎么没有？哦，有了。然后这个移除，确定。哎呦，海皮手东西还没拿，先拿一拿。哎呦。领东西的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。啊，不是啊，啊，在哪里嘞？不是啊，我找不到领东西的，等一下哦。这个。到这边我才会领，哈哈。所有玩家均可领免费的 Happy 手奖励，你的会员等级越高，你能领取的东西越多。这是什么？三？哦，这是送人的，是不是？空域，我跟你讲哦，不用特地上来跟我打招呼，懂吗？真的不用特地上来。中断，好啦，我们等 IP， 把路人关掉，再找。哦，也是欸，不然我以后上线都关掉。欸，怎么让自己隐形？不然每次你们都特地来找我，很烦欸。这样就隐形是不是？应该不是吧？这个只是。没有显示其他玩家，我也跟着你看，就是他，你看，每次都这样子。不要因为同一个公会就这样子了哦，没有特权哦。不然我以后都是要隐身了哦。玩到什么？欸，不是可以一次开十个吗？怎么按这个？一次开二十个。爆炸绵羊道具。欸，有 VIP 之后都不会开到好东西了欸。好了，准备。我先关语音，关麦克风。那等一下回来。
开台啦！开台啦！开台了！叭叭叭叭叭！哎呦，没事，摔了！哎呦，摔不死！我刚摔在哪？我想说你动都看不到。哎，砰！耶，一百分！那我们今天 UHC 欢乐饭。嗯，应上次的要求，这次是钓鱼爆炸大赛。哇哦！钓鱼，只要你钓到荷叶跟那个鞍，就会变成苦力怕。哦，感觉会很刺激哦。跑得远远的，我们钓竿也要来动一下，对不对？钓竿就跟上次一样，龙虾，龙虾。钓竿，嗯，他近一种弄出绿绿的东西。你想说什么？你想表达什么？没有没有，苦力怕，炸他，炸死他，直接炸爆他！苦力怕来炸，苦力怕来炸，小心僵尸！啊，哎，这个不要再给我苦力怕，气死了！苦力怕，大家丢荷叶而已啊，再用箱子。里面要放荷叶吗？放荷叶吗？在里面偷放荷叶？不要偷放荷叶！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很危险了，所以箱等一下会爆炸。这个中间可以那个放东西的，有没有？那我觉得等一下整个打掉不就会大爆炸哦？哎呀，还好啦，这样子还好啦。我是设定只要有掉落物，不论多少多少堆叠，都会有一只而已的。哦，一只中间哦，所以就打掉这一只而已。那这打掉的话，应该看到几个堆叠嘛？嗯 ，no， 十八、二十只，二十只而已，二十个而已，而已，还好啦。确定是而已吗？确定是要复制这一箱吗？还在弄，就两枚呢。这箱大家会拿来当手榴弹玩哦，军火库，军火库，真的，哎，对耶，不能拿，不能拿，军火库不行，又不能拿，又不能拿，危险，危险，小心手榴弹，小心手榴弹。哎，你们知道怎么拿箱子里面大量的物品一同时拿出来吗？就是拿起来点它，点亮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样吗？下面箱子这样就可以了吗？你要特别调哦，还是要调高一点？上面什么东西？上次这样吗？可以啊，那我鱼饵很高啦。上次是多一个那个啦，就是幸运效果。那你再给幸运效果就好了。好，一样跟上次一样99啊，幸运九100，100。然后开场打87等，好不好？铁三只一个，自己好好把握。好，牛。200，会钓不到荷叶啊？会吧？我刚没听到你讲话。上一次也会钓到荷叶啊？卡卡的，卡卡的，哇！都有人说他钓，可以动一下扭扭屁股吗？好了，不要太高了，50好了，50好不好？好像动不了你。哇！扭扭你的性感屁屁，尴尬了。我最近跟你犯冲，对啊，是你的问题还是我的问题？把屁股是你粘住了。应该是小黏住了。你那边网络问题还是跟伺服器卡了？不太清楚呢。太动了，你转了半圈。嗯，对，这可能是他五分钟前动的。啊，这么惨吗？你现在就像落枕一样耶，200。你是不是使用了画皮？然后可以要个火把吗？火把？为什么？因为铁针就可以拿下来了。哦哦，不然你自己不会去旁边挖啊？还要挖煤炭弄火把哦？不是啊，你挖个石镐就可以啦。其实你也可以弄一个花朵在它底下也行啊。嗯，那对了啊，搬砖也可以吧？哎，飞石板块，各种小技巧。真的哇，所以200不行是不是？哇，应该不行啊，没关系啊，下次再测试看。好，嗯，跟200道别，
爸爸，拜拜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，不要不要想我，不要想我，好，不会想，不会想，不会想，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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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，再测试看，他都这样讲了，不用想，不用想，等一下，我们这人数很很平均啊，对啊，叫巧克力算两个人啊，并没有，你说哪方面？就是技巧，技巧，对，技巧。那就来哦，十一，反正就分三队啊，好不好？好。然后有金头颅哦，好，先打起来的队伍也不会太 QQ。嗯，好。掉到荷叶跟安都会变成苦力怕，是不是？嗯，荷叶而已啦，要安也要吗？要荷叶。加倍一下，安也来啊！安是那个高压苦力怕，比较稀有一点，比较稀有。高压苦力怕跟你说，安安，稀有一点，稀有一点。加油！你上次好像很会掉安嘛，对不对？危险喽！危险，糟糕了。我记得战友跟 Lumi 就是安安跟荷叶嘛，安安安安安安。海洋祝福三的话，海洋祝福只有三啊。本期本期他有开那个宝宝藏啊，哦，等下开宝藏。高压的怎么弄？你记得吗？不然就苦力怕，然后就打一个雷吗？一出来就把他给倒了。那状态。那、好像有 take 吧，我先把它设定那个。你们是要命名牌是不是？你们说吃钓鱼就会爆是不是？出现鱼就会了吗？以后拿弓还要那个有挑战，你会先爆炸苦力怕，他没被炸掉你才能拿到。好可怕，好难哦，太难了啦！起来都会爆炸，好可怕。谁要钓鱼啊？超级。你们说 ，OK， 应该有了吧 ？OK 了是不是？试试看，试试看，丢出来看，丢一只，没有，没出来，没有，有启动吗？有啊，启动有吗？有吗？有吗？没有，没看到哎，出来，不消失没有出来。哎嘞，哎嘞嘞，哎嘞嘞嘞，啊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啊嘞嘞嘞嘞，你这样都会触发吗？等一下啊，我去勾一下。嗯，一分钟，嗯，好。有谁在吃东西啊？那个碗的声音。Okay. 不是我，这次不是我。哦，酱油，酱油，没有，这次不是我。酱油，好，好哦，含着火星叫我一个，就知道是你吃东西，酱油，谁在吃东西？酱油。哎，哎，哎，本机边边吃边用啊。哦。等等等等，谁是团团？啊，我就是我，谁有问题点？哎，怎么又是他？都是本机的锅，都是面盲，怎样都是本机。一边可以，还是就一般苦力怕呢？啊，一般苦力怕就好了。哎，有了，没有？有了，抓到了，吃东西，抓到了吃东西之人。你们刚刚没问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是刚问的问题，现在才出来，这个会累积三个问题，延迟了，他的延迟，延迟，哎，有了有了，掉下去了，没有，那个是手工召唤的，为什么手工的没有嘞？诶，荷叶有啊，是我打错字吗 ？S A D D， 还有啊，没有 ，Saddle 没错啊，诶，没配的。狂丢都没出现，不过他会收走吧。再一次，嗯，诶，可以吗？先暂时一般苦力怕就好了啦。啊，哎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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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们刚刚可能两个太靠近了。哦，好，太靠近了。咦，我们不可以连在一起这样吗？
不是应该是充能的？复制啊，由于启动指令方块的问题啊。对，哦，一直充能。掉到荷叶是一般苦力怕，掉到安是高压苦力怕哦。凶啊！太凶了，炸很大的范围。那我可以选择不钓鱼吗？哎，苦力怕会生在哪里？就是那个吊龙舞的那个那个哦。对，勾起来就是在你的脚下那样。不是好，好，好，对，分五百个，哇，太屌了吧！音乐，我们不用拿东西耶。绿队好可怜哦，我们怎么这么可怜？绿队之中到底谁代表两个人呢？快走！耶，小雨队长了。耶，我们。噔噔噔噔，我们 ID 前三名的在一队，好爽哦！啊，那个本机队长，你要复制好啊、哦！哎、可以啊，没问题啊、哦。好，中间箱就是靠你拿喽。好，可以哦。好，那就来啦。好，看哦，顶一下，开场说。嗯。哎，就一样哦。开场五分钟后才能打人。OK， 好，休息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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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幸运钓鱼赛。好啊，如果看到红队，我们就先打红啊。好，好，但是十分钟才会显示 ID， 所以那个颜色我们是看不到的、啊。一开始看人愣了，哎呦，哇哇哇哇，哦，这个位置没有水。